纸笔诺，纸笔啊，就是像海啊这样子，水平横落哦，然后这笔哎，从这里区别的就是横落了，横落像这个笔向前，像一个刀一样的刀剑一样的刮过来，然后弯转，弯转成这样有一个孔，这里有纸笔横落，纸笔啊横个落，然后哎这样子来，来来来来来，这个所以产生一种哈、哦，一种很坚韧的一个意志力，还是小强的意志力啊。那横笔直落，横笔直落，天啊，横笔啊，直的落。然后落啊，你要从要到这里写过来啊、哦，你这样写是偏锋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里啊、哦，必须有一个逆势的驱破力，逆势的驱破力就是这样，然后再过来，哎，然后上身切过来，然后横笔直落，来再来一个过来，然后上身。然后来，直笔横落了，这个就是撇的是横落，然后这边呢来，你看哦，这样，然后过来，这样，位卑，直笔横落，横笔直落，但是呢，你要这个力点啊，运用的对，才会。有一种反作用力啊，他在写的时候，因为你横笔的时候、直落的时候，你在这边哈会有偏锋嘛。如果你拿这样来，偏锋软软的不行，软软的啊，所以要再有一个逆势给他。首先要长，然后直落，然后逆，然后这样子来。你看，它好从偏锋走到中锋来，然后上升，这样子来。然后未必的这个口字怎么写？未必的口啊，海念啊，念啊。内啊，这个拐角这个怎么写？它是有特别的哈、哦，直笔横落，然后逆，然后这样子来，上升，然后从这里出发，你看现在扁的哦，中锋，从这里出发，这样子就是中锋，对不对？中锋下沉，然后。因为接触面积很大，用切的切过来，然后是逆，你看，这是未必的特性。你会显示这个筋骨非常的强壮的筋骨，它要没有脱节，筋骨接得很强壮，现在骨骼强壮的，啊，这个是未必的特性啊，啊，另外的特性就是一样的，就是要连绵不断，这个气要。全身运气，然后从这里的空中啊，它是没有断的。从这里啊来，空中，哎，用身体运过去，它是没有断，哎，没有断哦，哎，你看，挪过来，没有断，用身体荡，这个是未变的特性，跟口。另外的口啊，口字的怎么写？像之的口，你看、哦、它是下沉，它就展开哦，下沉，然后从这里启动，触发，中锋，然后切，然后逆，然后过来，逆，长锋逆的，长锋啊，这个过来，就是长锋过来。
这个是胃背的口，所以这个口它有一个向中心轴心的问题啊，不能够去直直的，要歪的啊，这个口的提法啊。另外这个自己的己啊，第一笔啊，直笔横后，直笔啊，它的横笔直落，直落哦，在逆，然后下降，下降，这个，然后再逆，就是横笔，就是横落了，横落刚刮过来，然后直落，翻过来，横的落。它有变化的，还有劲道的，好，它这个字，这个是的平衡方式是这样子的平衡，这样的平衡，嗯，不是上上的，不是啊，是这种平衡法。那这一个这个弯弓啊，就是胃背的这个直笔横落。横落是不是中锋要在这里往这里走的啊？但是我要往这里走呢，必须要改变一个路径哈，要逆，它才会改变，看起来，然后啊，它不一样哦，胃背的写法是另外一套系统，嗯。嗯，这边再一次，这样来，我现在表演了，错的，你这方向错误一定会错。你看啊，这是物理的，绝对的，它是绝对要这样的，啊。你没有呵护它的物理就会不对，就会写不出来。逆，然后过来，它会变细变粗。然后这边要去哦，要绕这个一个圆弧哦，绕这个圆弧，这个力量哦，像撞球一样，从这里撞，从这里撞啊，这个笔杆要这样子，然后再推出去。特别的哦，它跟行草相通的，胃背跟行草相通的，因为它是比较早期的。那后来啊，在改式就不通了，圆体也不通了，他们那拐弯抹角了，它没有顺着那个啊。嗯，你看这样子，它才像撞球一样撞过来啊。刮过来，像刮刀一样的刮，那刮有一个圆弧呢，它没有断气呢，然后这个然后直的落，然后来，然后站起来，横的落，然后过来，直的落，然后从这里啊，从这里来，哎，下来，再推上去，这样，中锋啊，切过来。胃背的形式，它不是你，它是连续性的，楷书也是连续性的，啊、哦，它这个道理哎，你看哦，粗的变细的逆了，它就转过来了，细的它可以转弯了、啊，这个粗的不能转弯，不能转弯用什么？用切的，所以它这是自然的物理的啊。哦慢的，还有一点会背的一点啊，等一下，会背一点，好像那个击剑一样的剑道的击剑啊，打下去，这样子，点，哎，一点哦，下去，很自然的、啊，然后切过来击收，
点，一点，松开，吸收，它很自然。下沉的时候它就展开，哦，这个水的哈，下沉展开，切过来，然后吸收，然后，所以从这里跳到这里，它是气是从空中降来的，啊。那这个一点，这一点下沉，切收，然后切，然后冲锋，然后切，然后逆，然后这样。他说：“哦，卫兵这就是这几个笔法，因为卫兵他是很雄强，但是雄强就会比较呆，所以错步呢，他是。”来缓和刚柔并济的，啊，错字环这样子，然后来这样子点下去，然后这样子来，然后来柔和的，因为它呢很刚啊，所以呢碰到这个，它就把它柔化了，变成一点重的、轻的，然后再过来，它有一点柔的。对，协调，刚柔的协调，啊，刚柔协调就是这个。你看现在扁扁的，是不是？我点了以后，点了以后是不是这样子推了以后它是扁的？然后呢，摊起心，侧面它就变成一条线啦，啊，有没有？从这里来变成一条线，它就中锋下沉，这个就是中锋了。走中锋，然后呢，因为它的接触面积很大，它没有办法转弯的，不像圆体啊，它已经接触面积大，所以用切的切过来，然后逆，然后这样子转的，然后就这样子转，是不是？这个叫做中锋，笔锋走中线的，这个叫做偏锋，偏锋。你看偏锋啊，有没有？它是45度过去的，它是偏的，偏的。中锋，你看有没有？有没有笔尖走中线？我的笔尖有没有走中线？刚刚的笔尖是这样子的啊，45度的啊，这个笔尖走中线叫做中锋啊。中锋这个很粗，所以很粗转不了了，它就要切过来，再过来。哦，就是这样子切过来逆过来啊，这位碑的特性啊，啊，大概就是这样。这个字我把它写出来，你们看一看哈，哦。我这个很自然的、很率性的这样子打下去，请问在共享的打下去，它就展开，这样子有没有啊？展开了。切过来，然后急收以后，就回锋哦。你看回锋停起来又降落，降到这里比较轻了，然后小火推，然后这样子推过来，好这样，然后从这里拉过来，来，直笔横落。这要联系的啊，横笔直落，来一个刚性的，这里一个柔性的啊，柔和刚啊，刚柔并济在这里面写，所以写出来这个是很特殊的字，因为我们所看到的魏碑，它是楷书，写出来以后刻在石碑上面，已经看不出那个气怎么连贯，断掉了气，所以你没有办法连贯那个气。还没有做好这样子，像亮零件装配一样的装配，所以写出来是死死的，正正死死的，没有像这样子的，哇，变成这个啊，刚柔有并济，啊，魏碑，大家的概念呢，魏碑的就是楷书，但是从来没有人写魏碑的行书写出来，能够有劲道的没有，啊，这个就是有劲道的魏碑，好。